OK， 好，那我们只有倒数一分钟的时间哦。好，我们倒数一分钟呢，开放大家排队领取免费的福袋。再次感谢到我们的主办单位中华绿色农业发展协会、族群融合文化艺术推广协会，再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和我们的文化部、交通部、卫生福利部以及我们的劳动部、内政部。那最重要是感谢我们赞助厂商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湾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我们的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。好，排队时间最后倒数的30秒钟，要来发送福袋来送给现场的朋友。66份福袋，我算一下人数好不好？要领福袋的朋友帮我举手一下好不好 ？OK， 我点到的朋友都有算哦。来，1、2、3，点到就可以放下了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。好，这26位朋友一人都可以领一份哈、哦。那怎么领呢？福袋呢已经在我的手上了，可是我不要用丢的哈、哦。现在我的前面、左边、右边都可以站人。离越近，拿到的速度越快。往前做移动，开始。OK， 包围我就可以哈、哦。它可以稍稍的保持一点间隔距离哈、哦。户外的空气都很流通哈、哦。OK， 好，那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哈、哦。OK， 那大家回答我，刚刚有没有点到这26位朋友帮我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帮我举手一下。那、啊、你们回答我，一人都可以领取到一个免费的福袋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好啊，只有这边在好而已。我要送物件，伙伴们搞应急鼓励工，好不好？哦、重点是呢，等一下呢，一人领一个免费的福袋哈、哦。等一下红包袋呢，如果里面有抽中一张名片的朋友，就是抽中3000多块钱的头奖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那我们要不要给赞助厂商一个掌声鼓励一下？哇、wow, ，OK， 好。赞助我们这次活动呢，是来自于我们南部的温泉业者宝来温泉山庄的总经理来了。OK， 主持人好，哇、wow.。今天来到桃园哈、哦，那虽然有下雨，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。我今天呢，因为要庆祝我们南横哈、哦，4月底开通，谢谢我们院长，还有我们的长官，还有陈其迈市长哦，这么关心我们的南横，那现在终于开通了，邀请大家带你们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南横5月1号开通，对不对？是，暌违13年。对，重点是等一下要抽什么呢？等一下要抽中头奖的朋友。招待去总经理南横的温泉饭店住一个晚上，那我提供什么呢？把费吃到饱，住宿跟泡温泉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重点是等一下抽中的朋友，3000多块住宿费都不用付了，只要付一点点清洁费，您讲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给总经理一个掌声鼓励来开奖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经理帮我们开奖吧。对。我们这个住宿券哈、哦。这个特别恭喜大家哈，因为这个都有，一张券是2个人大人去入住，到现场呢你不用再付任何费用，不用付钱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是赞助的啦。第二个，谢谢我们长官哈，庆祝南横开通，给我一点预算。那我们这个券呢，都有附赠这个服务的设施、温泉，那还有一个送小朋友，会满120公分，我也是免费招待，宠物不用收钱。哦，不用收清洁费，1块都不用。哦，先生你放心，哦，我自己有养宠物，哦，可以可以到房间，哦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呢再送你们一个大奖。现在的人只有假日有空，等一下有抽到我的住宿券，恭喜你，这个券可以2个大人带小孩住星期六，好不好？哇、wow, 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对啊，那大家平日都要上班嘛。OK， 简单访问一下总经理哈。是，总经理是第5年来赞助我们节能减碳的活动，对不对？是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们给你1分钟时间做广告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感谢你做赞助。谢谢。OK， 顺便让大家知道，等一下抽中头奖的朋友，
到底可以住哪里？工作人员是我帮你准备板子，好，给我打个广告，是这个吗？一分钟，对，这个吗？对 ，OK， 那你们看一下哦。这就是我南横六龟，你要去南横嘛，一定要住我这里哦。那到这边呢，就是宝来温泉山庄的房间，双人房，木质地板，液晶电视，还有一个独立的温泉汤屋给大家泡汤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哇，所以在房间就可以泡温泉了，房间就有了 ，OK。这块也是吗？哎，对，我们的设施哦。哇，还有还有哦，山庄嘛，就是要有一些附加的服务，这个是我们的大众池哦，这个就是 SPA 按摩、水疗，还有花洒的功能。另外呢，露营、烤肉、泡茶区的服务，还有就是吃早餐很重要，因为要去南横玩的，吃完早餐就去南横玩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服务设施，招待大家，好不好 ？OK。OK， 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那我们也要一个掌声鼓励，我们来抽奖好不好？完喽、okay 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南横玩哦，南横很漂亮哦。然后这个住宿券哦，待会看起来很幸运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邀请总经理来帮我们抽奖哦。OK， 一人发一个红包。好，那我刚才跟大家讲，等一下红包袋呢，有抽中名片的朋友帮我举高，就是抽中头奖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OK， 只有他在好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那经理帮我们放一下名片吧，很主席帮我们现放哈，他等一下会洗一洗，啊，等一下一人抽一个 ，OK。好，经理帮我们放进去了吗？已经放完了吗，经理？OK， 我这个小小的问题，经理刚才好像只有放一张名片而已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头奖是只有抽一个名额，是不是？对，一份。OK， 好，好，那么来抽奖。OK， 对。可是这边很多人要抽，这边要抽奖的朋友帮我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举手的朋友回答我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抽一份够不够？够。抽两份够不够？够。总经理今天都从高雄来了，是不是应该要加码？对。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总经理，这么多人要抽一份不够了。我知道抽奖的名额本来就比较少，可是这么多人要抽，至少抽三份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欸，很不给面子。还是我帮你调查一下，是有没有你平常喜欢泡温泉，或者你没有去南横玩过的朋友举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那举手的朋友回答我，今天是我们活动的第几天？大声一点，第几天？那这样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帮我举手好不好？干脆有举手的朋友一人一套好不好？我们总经理听到我们桃园竹围的朋友最热情的尖叫声，你们回答我，总经理长得帅不帅？帅。他人帅心也要善良，对不对？对。干脆一人一套好不好？好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总经理大家这么热情，多拿一点出来好不好？是。这样好了，我来变魔术好了。变魔术、哦、加码，加码变魔术，对，加码加倍又变魔术 ，OK 哈，哇，精彩，还有精彩的魔术秀。本来哈、哦，只有赞助，因为庆祝南横开通哈、哦，我只有赞助一张住宿券。对，那我现在呢，准备哈、哦、变魔术，好，把它变成两张住宿券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总经理，刚才有没有感觉乌鸦飞过去了？对。对，这个现在抽奖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一人抽一个好了。那抽奖之前，我调查一下，你今天来到竹围渔港啊，有没有你是开车来的朋友帮我举手一下好不好？今天应该都是开车吧？有没有人骑摩托车来啊？没有吼。那有没有你今天专程啊？今天有没有下雨啊？有没有你今天专程是来看他的朋友帮我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这么多人来看你，还下雨，他只提供两套的经理。啊，我是来赞助，谢谢主持人。对啊，这样好了，干脆一个人送一套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太棒了。九三要不要？谢谢总经理赏脸啊！我也很喜欢泡温泉的。你要吧？好，一张还两张？啊，我还可以选。可以啊。我全家出去玩是都五六个人。所以你要两。